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爸爸超人。那目前你们所看到的画面是金标厂的画面哦，就是东西的话一次最多会显示三样，显示三样，然后它上面的时间就是它的倒数时间。如果时间到了之后，你的出价金额是最高价的话，那么这个东西就是属于你的了。哎，怎么时间又增加了？是有人出了时间就增加吗？不懂。哦，如果说有人出价的话，时间会重新算了，会重新算。出价次数已经来到了左边的话是20次哦。那出价是 1875， 那权证的话是1525哈，那大地狂笑的话是1850，哇，抽到1850了，来，那个权证的话我要出吗？他应该是点了之后他会再重新计算一次，我出加5%吗？还是不要？要吗？要吗？我想要水妖化身，我先不要好了，我先不要好了。好，我们应该无法看到是谁买走的哈，现在权证的话已经倒数快结束了，剩5秒钟，好，4、3、2，又有人出，要重新计算了。天哪，那怎么？等一下，看一下排队商品好了。哎呀，没有显示，没有显示哦，还不知道下一个是什么。好，我们先这样看一下好了。这个界面还蛮有趣的。哎，下面有写，对不起，我刚刚没注意到，下面有写说目前的买家是谁哈。那目前的买家的话，气力增加之书是夏仲夜梦书。OK， 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是谁。好，目前的话买家就狂喷，哇，这个蛮有趣的，这个可以看得到买家到底是谁。OK， 气针的话目前在台茶12号，台茶12红茶，那权证的话是聂军，那大地狂笑是独策狼，出到2275了，OK， 那大地狂笑的话出到2300了，下中夜梦书，那权证的话是聂军一样1600，那台茶12号的气针一样是2150， OK， 哎呀，这个权证的话又刷一次，小月爸比他出1625，出1625，那他什么时候才会结算哈？是倒数25秒钟，就是时间到之后。哎、欸，你想要钱？你想要钱干嘛？哦，在这里，来给你们吧，好吧。然后你们快点去买东西。好 ，OK。目前的话，这个独车狼吼，他的在狂笑的话已经接近倒数了，还有5秒钟啊，又重刷了哈。这个最无缺他要出价了，现在是2450。好，那中间的权证型的话，目前是小月芭比1675，那最左边是旧金山巨人哈，出价的话是2250。OK， 哇，这个非常刺激啊！这个倒数时间倒数还到小数点后两位数啊。好，气针目前还没有人出哈，那一样维持一样哈，没有变。OK， 继续看。好，气针的话进入倒数喽，来，4、3、2、1、0。零，哇！恭喜这位旧金山小巨人成交哈，恭喜这位。好 ，OK， 那现在刷新了这个洞穴冰封啊，好，已经有人出了哈。那目前的话是这个试音师哈，已经有人出。那权证型的话也快进入倒数时间哈，哇！小月芭比又出价了哈，现在是他最高。那这狂笑的话目前还是一样独特的，哎，现在变灭日狂龙了。好，那洞穴冰封的话目前出到558了哈，东门松他出到558了。OK， 那我看一下价格，目前应该还什么没有什么变吧。哦，它下面的话其实有显示这个卖家是谁哈，这个还不错呢，还不错。哇，它下面最下面有显示，我觉得我今天可能工作太累，都没有看到很多界面的地方哈。它也有显示说下一件的话是会卖什么东西。好，权证型的话，如果卖完的话就会变成结界嘛。那洞穴冰封卖掉的话就变成流线化魂哈。那大地狂笑卖完就是攻速法。OK， 那目前的话，这个洞穴冰封的话出价到600块哈，600。那买家的话是万岁，我在想这个价格应该差不多了啦。哎，还有人出了哈，这个江云反他出了，好，目前是650哦，650。哦，大地狂笑2825成交，恭喜这位独特狼哈，恭喜这位独特狼，好，成交了，大地狂笑成交了。好，那目前攻速法的话不会出，哇，出好快，晴天出到80，啊，晴天又出875，五蝶云，草莓手妙哥出到910，好，离歌笑出到900，啊，晴天，哇，105，不是，K 191，好难念啊，五蝶云1085，好，念旧。好，念旧出价，我不要念价格好了。下中夜梦书，好，目前最高价啊，再来是念旧。这个洞穴冰封快到啊，没有，聂军又出价了哈，又重刷了，来权证型的话，目前是小月芭比哈，小月芭比他很坚持一定要得到这个权证啊，我看他出价蛮多次了。目前攻速法的话是这个狸猫王猛将，好，目前的话啊，重刷了，聂军的话又出了这个权证型金通书啊，目前出价到1800了哈，1800的话算是蛮合理的价格，已经出了28次了。那洞穴冰封的话目前是684哈，聂军。好 ，OK， 攻速法的话目前是狸猫王猛将。那聂军的话快接近倒数时间了哈，684哦，来1秒，来，哇，
恭喜恭喜恭喜聂军成交哈，洞穴冰封684成交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洞穴冰封哈，看一下权证型金通数，目前是1800哈，1800。好，又刷新了哈，小一把笔又出价了。OK， 目前的话还有倒数20几秒，来我们看一下攻速法，攻速法的话剩不到10秒钟。来，狸猫王猛将哈，有没有机会买到这本1815的攻速法？就看现在哈。来4、3。啊！又重刷了这个滑雪小子，他又出了一个更高的价格，时间要重新计算了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这个画魂，没人要买啊，没人要买啊，真的是没人要买，好可怜啊！是这个画魂太烂了吗？没人要买啊？有这个狂霜，看他可怜哈，他出了150。好，目前的话，全阵型的话，进入倒数的时间哦，小一把比应该有机会买到。来3，来2，来1啊！重刷了哈，这个聂军他又出价，现在出价是1850哈，是1850的。好，那时间的话，目前这个刘我不知道怎么念画魂。OK， 那目前这个熏沙欧帕欧这个韩文真的很难念，54号。好，现在是54号。OK， 那看一下目前的话，攻速法应该有机会，林曼猛将应该有机会买到哦。好，我们看一下时间的话，现在剩下啊又重刷了，滑雪小子又出更高，滑雪小子他很坚持，一定要买到这一本攻速法哈。好，另外我们就要出更高了，哇，他们两个在比拼呢，这个很刺激耶。来，那目前全阵型又重刷，小一把笔又出了一个更高的价格，目前是1875。好，那这个流线画魂，好，我们姑且念线好了。哇，又有人刷了这个 Benjamin 班杰明吗 ？Benjamin 他出了206的一个价格。好，目前的话全阵型精通说话还有15秒钟。好，最短的就是他了哈，看一下小月爸比有没有机会买到，他坚持要买到这个全阵型精通，他已经出了非常多次了。好，那这个狸猫王猛将的话也非常坚持这个攻速法数据哈，他已经出到2095了哈，其实已经算是蛮合理的一个价格了啦。再贵的话，我觉得是有点偏贵哈。再出的话，好，全阵型金通数还有3秒钟，好2、1，好，我们恭喜这位小月芭比有机会吗？有，好，成交，恭喜小月芭比。好，流星画魂，恭喜这个班杰明成交。OK， 下一本的话是结界法，好，结界法目前是红鼠红甲出价在晴天。好，陈诚画魂的话，目前没有人出价哈。再来是草莓熊猫哥多宝，肚子疼，不是哇，这个很多人很夯哎，一堆人出。然后脑科学院画目前出了陈诚画魂，攻速法画。好，我们恭喜这位狸猫王猛将哈，他买到了这个攻速法速决。好，恭喜。好，结界的话目前是默写要干杯啦。来，炸融画魂哦，目前没有人出啊，150啊。好，有人出了晴天哦，出157。好，这个陈诚画魂哈，还有狂喷的话，目前出到164了。好，再看一下哦。好，目前的话时间都还蛮平均，都还有10几秒钟。好，可以大家思考一下。我可以看得到排队商品吗？有哎、欸，接下来有张角、水妖、鬼斧石哎、欸，我想要水妖，我待会我要出水妖哈，因为我最想要就是水妖了。好，水妖的话，如果说2000以内可以买得到的话，我觉得会拼看看啦，因为水妖真的是对豪杰太有用哈，对豪杰太有用，可以补血补很多。我现在准备了3360金哈，不知道有没有机会。哇，又有人出更高的，我不知道水妖，我在想水妖应该2000-3000吧，如果再高的话，我真的不行了、啊，真的不行，我的钱要留着买那个修罗冰锭了。好，陈恒画魂，他目前出了229了哈，54号。哦，54号的话，他买了两个画魂哦，战龙跟陈恒他都买哈，他真的是哎、欸、没有，现在陈恒的话变成妥妥的了。好，我们恭喜54号获得了战龙画魂，恭喜成交。OK， 结界法的话。刘表的话，哇，有人出了哈，草莓熊猫哥出1000啊，不良分子1050，哇，直够哇，谁啊？谁花了10000块买？他有钱了吧？我根本没看到他的名字就直够了，谁啊？太有钱了吧？太夸张了吧？这个水妖画虎，我想买，我先出个5%好了。哇，又被买走了！天哪，谁那么有钱？可恶啊！到底是谁那么有钱？低调的把他买走了，太夸张了啦！好，我们恭喜妥妥的买走了真人画魂。太夸张了，我的水妖画魂被直勾价买走了，太夸张了。公孙瓒哈，看公孙瓒有没有，然后出个5%好了。安迪尼哈、哦，我哎、欸，我来，我按了怎么没有用哈、啊？来加5%，加5%。哎、欸，苗红，好，现在是苗红，正头神丸子，我出了都没有用嘞，按一直按。哇，公孙瓒的话也蛮夯的哈，一直在刷，邓超打10个哈。好，结界法话目前是 Supreme， 哎、欸、，Supreme。速度与激情，鬼斧石哈，速度与激情目前在标鬼斧石哈。OK， 这个是100个，目前出价330。公孙瓒话目前出到3050，哇，怎么那么夯？太夸张了！这些热门的武魂哈，这热门的画魂真的是，有些人阿萨利的话是直接给他买下去了。刚刚有3个哈，张角、水妖跟那个什么刘表啊，瞬间被直购价买走，那太夸张了，没看过那么疯狂的，不知道是谁，根本看不到。
好，我们现在红眼的话是拍了这个鬼斧神工，目前出到420。那结界法的话，目前还是 Supreme。那喷斩的话，目前出到3200哈，公孙瓒化魂3000多的话，真的承担不起，太贵了，太贵了。对啊，哇，真的太贵了，太夸张了，太夸张了。该不会又有一些低调的黑手，也不是黑手，就是低调的高手哈，一些课长就直接集购价了吧？我在想，有可能哈，我们继续看。好，目前的话一样在刷新哦，还没有任何成交的，看一下排队商品还有什么东西。好，还有白炼钢、虎豹旗、转职令、神功旗、转职令，我在想这些东西可能有人会用直勾价把它买走，直接用直勾价把它买走，因为现在神功旗、转职令有大概都是600-700啦，有一个套利空间在。那虎豹旗、转职令也是一样的，也是有套利空间。好，结界法的话，目前是那就叫风爷最高哈。好，我们恭喜那就叫风爷成交，好，恭喜恭喜。好，目前的话是这个瘴疠化魂，哇，开始有人出价哈，因为瘴疠化魂的话还蛮夯的哈，它是那个点穴加一，好，点穴加一，那攻也是加攻击哈，它是技能加，技能加点穴，但是它的能力是加攻击，所以蛮多人会变它来打王的。好，目前的话，公孙瓒化魂是邓超打10个，出到3700的，那最无缺的鬼斧石是460，瘴疠化魂目前出到800了，哇，撑想出到800了哈，出到800了，我觉得有点高了呢，有点贵了呢。好，目前速度激情鬼斧石出到470的，好，最后缺480。那邓超打10个，公孙瓒化魂目前3700哈，没有人去撼动它的价格哈。好，还有4秒钟，3秒钟，2、1、0。好，我们恭喜这位哦，恭喜这位邓超打10个哈，成交公孙瓒化魂。OK， 下一个流星铁100个。原先100个的话，有人买哈，哇，瘴疠化魂的话800成交了哈，800成交了，恭喜陈翔。好，百炼钢的话起标价是200哈，100个的话卖，好 ，OK， 有人出了哈，佩奇出了，买入前真的很好玩的，我觉得这个系统真的很好玩。草莓熊猫哥，哇哇，鬼斧石成交了哈，有人，哦，480成交了，来看一下神功石哈，神功石的话，邓超打十个，他出了100块，草熊猫哥他出105，来莫林丑110。流星铁的话也刷蛮快的哈，出到22了哈，应该也蛮夯的啦。因为流星铁的话，一个的价格，目前市场上的价格也差不多一个要20金左右。那100个的话，合理价是2000，所以我在想2000以内应该都会有人想要买的。好，达人凯的话，目前白炼钢是出到350，那神功石的话，目前是凤雏4元最高哈，再来是熊豹哥。好，脑科权威，哇，惊艳到，刷好快。Benjamin 出1260的哈，哇，一直看，我不想念了，好累哦。目前出到43次了哈，脑壳全员冠军剑彩。好，佩奇出了白炼钢，哦，这个流星铁真的刷好快哦，真的刷好快。神功石的话也刷蛮快的哈，哇，这边的话其实可以看得到这个卖家是谁，其实还蛮方便的。我在想，有些人他人气比较高的话，或许就会有一些人看到的时候就故意出比较多的价格去帮他捧场，类似抖内的意思一样。好，我们看一下下面还有什么，哇，下面的话还有飞龙、紫星、白虎。七星刀、咒蓝弓哈，还有这些东西。OK， 奇怪，刚刚那些令怎么都不见了？是瞬间被买走了吗？我没注意到而已吗？哦，有，没有，在下面哈。下一件的话，这个流星铁卖出去的话，就是虎豹旗转职令的；那百炼钢卖出去的话，就是神功旗转职令的。那神功石卖掉的话，下一件就是绝影。OK， 流星铁的话进入倒数的哈，倒数了，目前是1725，合理价格。好，二，来，目前是惯用建材哈。好，我们恭喜，没有喷斩又出更高了，哎呀，来观光剑才要出更高啊，他真的是很想要得到这个白莲，得到这个流星铁。好，蒙面甲肥猫，好，蒙面甲肥猫目前最高，再来是观光剑才。好，白莲钢化进入倒数了哈，目前出价是500，好，佩西哇，又有人出更高了，蒙面甲肥猫，好，喷斩又出到一啊，观光剑才，哇，他们在互刷呢，他们真的很拼呢，哇，科长他们在拼价，这个系统真的很好玩呢，没看过，我在玩其他游戏没有看过，太有趣了。真的太有趣了，对啊，来我们继续看好神功石化，目前是310了，好，喷斩出了，那观众精彩的流星铁目前是18啊，没有，蒙面甲肥猫出更高了，佩奇的话目前是最高，好，白炼钢最高的530，好，目前的话时间都还有十几秒钟，弄两啊哈，可能有些人就想要压秒吧，但是压秒没有关系哈，因为系统本来就是允许压秒，好 ，OK， 雷洛，好，雷洛的话目前出了神功石出到315了。好，流星铁的话，观光剑才要刷新哈，目前出到1900，其实已经很合理，这个价格很合理的啊，其实已经可以跟玩家买了哈，可以跟一般玩家买差不多这个价格了。
对啊，雇佣金才够你，其实可以不用再出了。再出的话，其实就是一般的行情价了哈。好了，我在想应该就差不多这个价格成交了。好，神工时的部分的话，已经进入了倒数时间的话，那买家的话目前是羸弱。OK，那还有，又重刷了哈，喷涨又出更高的320。那流星体的话，应该有机会成交哈，这个是一个合理价格，好1900。好，来三二一零。好，恭喜这位冠佑建材哥哈，他获得了流星铁，好1900元买走了100，哇塞，直购价买走了，太夸张了，太夸张，太疯狂了。飞龙，来，我就看有谁要直购价。好，飞龙的话就比较没有人想要直购价哈。来，目前是离哥笑，他出啊，在苗红不氪金的猛将，正头小丸子，正头小丸子，嗯，记得。来，林清月，哇，这个刷好快啊，出价次数真的好多啊。好，那目前白炼钢的话已经进入到手啊，没有，又重刷了佩西哈，佩西那。哇，飞龙也刷蛮快的哈，目前出到1025了。那官方有说的话，目前出了这些坐骑啊，它的数值会尽量偏顶，好，尽量偏顶。买家念旧哈，它出现了念旧，念旧的话是位香港朋友喷展，哇，喷展也蛮常出价，哇，恭喜雷洛哈，恭喜雷洛的话355获得了神弓矢，好，355已经获得了100个神弓矢，恭喜恭喜。绝影的话，来我出一下好了，来加个5%，哎，我按了没有反应呢，按值够价了，我没有那么多钱啊，没有那么多钱，我们要五百按，好，目前是小跑车，哇，Supreme。来取名字好难哦！来，飞龙目前取名字好难哦，他得到了哈。来，恭喜佩西哈，获得了这个白炼钢570斤成交，恭喜恭喜！下一个的话是神弓矢转正，哇，谁买走了？小宝什么的吧？好，加持3700到，就看谁要用直购价来买，这个东西那么贵。OK，绝影的话目前是1050哦，1050了。那飞龙的话目前是1963。OK，那目前出价分别是这个最无缺，哎，没人出了，7000到没人出呢。天哪！而且它倒数时间还特别长哦，那个单价越高的东西倒数时间越长哦，看起来是这样子的。好，飞龙的话目前已经出了2013了哈，是猪五。那苗红的话，它出了这个加持3700刀哈，3000。那绝影的话目前是顶霸天1175哈。那飞龙的话目前又刷新了哈，目前到2063了，然后2063了，我喝个多多一下。算了，先不要喝多多好了，先因为这个也快结束了，我看一下哦。东西其实快结束哈，就剩这些加十级的装备而已哈。那我在想，加十级、加十三的七星刀的话，应该成交价格大概也是会在3000左右了。我要不要出一下？我现在有3360，要出吗？要跟苗红拼吗？不要好了，还是要？可是短兵对我来讲很有用呢，好想拼哦，拼一下好了。哎呀，恭喜这位顶霸天哈1175获得了绝影哈，应该蛮划算的，我觉得。飞龙话目前算2213了，哇，怎么那么贵？来，我这个飞白虎的话，我先随便乱出个价格好了，出个1000好了，1000我就不相信我买得到。哎，怎么没有反应？哎呀，按错了，一不让我按呢，那可以了，出价1000购买白虎。好，你看我出了，我终于显示啊，没有被刷走，宵夜路米亚他把我刷新了。来，朱五的白的飞龙哈，目前进入倒数了，还有6秒钟。好，5秒，2213了哈，这个价格也算蛮贵的哦。好，3210结束。好，恭喜朱五获得了飞龙哈，用2213的一个金元宝价格获得了朱五，恭喜恭喜。好，接下来加十三啊，刚刚那个武器怎么了吗？是怎么没了？是卖走了吗？好，我刚刚没看到那个七星刀哈，可能是用直购价被买走了吧，我没注意到，回播的时候再看好了。好，那目前的话，紫星已经来到了675哈，秒秒，目前是秒秒狂喷。好，那白虎的话，目前出到1600，哇，有点贵，买不起啊，真的买不起，太贵了。那做蓝工的话，好想买哦，5250哦，哇，天哪，雷洛出了5250的，天哪，买不起，买不起，该不会有人用直购价来买吧？那紫星的话，目前是1000点哈，950了。那 Chris Wu 目前出这个白虎出到1600了哈，目前它是最高价。那做蓝工的话，目前是雷洛哦，雷洛跟念就在拼哦。雷洛的话出到6150的，出到6150的。白虎的话目前是波爵明，好1650。来，光和飞鸿1675。好，看一下紫星哦，紫星的话应该有机会进入倒数了哈，剩下12秒钟。好，那做蓝工的话目前是6300哈，念就雷洛又更高了哈，6450。好，6450。那白虎的话啊，现在又更高了，紫星应该有机会哈截标。好，剩下最后的5秒钟，4秒钟，3秒。2秒，来1秒，好，恭喜千灵蝶以950斤的一个价格获得了紫星，
好，目前的话来到了加十三的怀林账号，来三千哈，目前出价三千金，唔记得他出了三千金，好，唔记得他出了三千金，再来是熊豹哥，他出三一五零，好，那目前的话，邦爵明他的白虎是一八零，哎，没有，汪飞鸿更高1825，好，那加十三做蓝光还蛮夯的哈，念旧跟雷洛一直在拼啊，目前一直在重复在往上刷、啊，来这个怀林账号也是不遑多让哈，一直在往上在爬，好，达人凯目前出到4350。黄西公出到了4500，好，加十三宙蓝光的话，目前念旧出了6900，好，6900，时间的话进入倒数的30秒钟，来白虎的话，目前是 Chris Wood 的1850，好，时间的话目前都还有20几秒钟哈，三样产品都有20几秒钟，那回联账卖完之后，下一件东西就没有了哈，就卖完了。那宙蓝光的话，就是下一件的话是加十三凤凰扇 ，OK， 回联账的话目前是佩西的4950，来残影的5100。哦，周兰公应该有机会哦，6900、6900来残影跟佩奇在拼哈、哦。目前怀林账号来到5400了，那白虎的话目前进入了倒数的8秒钟，好1850哈、哦，看 Chris Wu 有没有机会购得这个白虎哈、哦。好4、3、2，刷新的汪飞鸿又出了更高价1875，好1875，他让 Chris Wu 绝望了哈，重新还要再出更高一次哇！现在雷洛的话出到7050哈，周兰公出到7050金了。那回联账的话，目前是残影的6300金，好6300金，好快没有东西了。这三样卖完之后，再两样就没有了哈，就没有了。那目前的话是雷洛哈，雷洛，回联账那个周兰公的话目前是7050金的雷洛哈。那回联账的话目前一样是6300残影出的。那 Chris Wu 的话出这个白虎出到1900金。好，进入了倒数的10秒钟了，好、哦，看有没有机会132趴。这个白虎，如果有的话，这个1900金，我觉得是值得的。好，来白虎的话，进入了倒数的5秒钟，4、3，啊，刷新了。汪飞鸿的话，他也想要这只白虎哈，也想要这只白虎，他很坚持要出更高。Chris Wu 又出更高了，1950。好，残影目前的怀念账已经进入了最后的15秒钟，13秒。好，周兰光的话，目前出到了7200哈，念旧他出的。哦，香港朋友他出的，他也非常坚持要获得这个加十三座蓝宫哈，他跟这个雷洛在比拼。好，加十三怀念账号目前进入了倒数的5秒钟。好，4、3、2、1、0。好，恭喜残影6300金成交加十三怀念账，我觉得值得啦，蛮便宜的。好，目前的话只剩下了这个白虎跟座蓝宫哈。好，白虎的话剩下2秒钟，1秒钟。好，结束，恭喜 Chris Wu， 恭喜 Chris Wu 以1950金获得了这个白虎哈，只是不知道趴数多少而已。好 ，OK， 那目前的话是加13混沌双斧啊，来，这个宙蓝光已经进入倒数哈，目前是念旧的7200金。好，3、2、1、0，好，恭喜念旧成交哈，成交加13宙蓝光，恭喜哈，你们买的这些钱全部都是官方来做公益的哈，他们自己说的啦，是做公益的。哦，你们是在做善事，好人一生平安。哦，恭喜你们获得这个产品，那也感谢你们为这个社会贡献自己的一份心力。好，目前加十三混沌双斧的话是5550金。好，那是紫色紫月出的哈、哦，那加十三凤凰扇的话是3300金，是频率出的。OK， 剩两样而已哈、哦，剩两样。那目前时间的话还有30几秒钟。OK， 我趁这个时候我喝个多多。好，加十三混沌双斧的话，目前是5550金哈，紫色之月出的。好，那哇，这个加十三凤凰扇也蛮多人在拼的哈，目前是 number one， 它的4450金。那混沌双斧的话，一段时间没有刷新价格了哈，目前就是5550金定住在那边的。那买家的话是紫色之月，哦，他应该有机会获得哦。现在进入倒数的十几秒钟而已哈。好，还有十秒钟，5000多已经差不多了啦，这个价格算是非常合理的。好，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、0。好，恭喜紫色之月以5550金获得了这个加十三混沌双斧。好，我们现在只剩下一样产品哦，加十三凤凰扇。好，目前出价的话是5800金，那买价的话是频率。OK， 那时间的话还有40秒哈，就剩这个产品一枝独秀哈，剩这个产品正在倒数而已。那这个产品卖完之后呢，就没有东西了，就要等之后官方有开放这个竞标制度的时候，再让玩家来自己摆自己想要卖的东西来给大家拍了。OK，
那时间的话还有30秒钟，哦，应该是频率它会得标了，因为我觉得5800金也算蛮高的哈，再高的话其实我觉得就跟玩家买就好了哈。那这个价格啊，毕竟是公益性质的哈，公益性质的，啊，那出高一点，我觉得这个价格其实我觉得有点贵，然后出高一点的话就可能大家就想要做公益吧，哦，为自己为社会贡献一份自己的一个心力。好，目前的话时间还有15秒钟，好，哦，价格5800金，那总共出价14次哈。哦，好，还有11秒钟，10秒，9 8 7 6 5，应该没有人要拼了吧？4 3 2 1，零，好，恭喜恭喜，频率以5800金获得了加斯山凤凰扇。好，那这个就是这个竞标场的制度，真的蛮特别的，蛮好玩的哈。那可是看不到历史的记录，就比较可惜一点哈。希望以后有机会新增的。好，谢谢大家，那我要去做假事了，拜拜。